大的一块地，大家好，今天晚上买了一些日用品，这几天都到了，因为我其他就是有时候在乡下的时间比较多嘛，也没有时间来买，所以我很多东西都在网上买，然后我就是因为都还没有什么家具电器之类的，我就慢慢的。 慢慢的把这些家具啊，全部把它买齐了。可能你们就看到啊，又买东西，但是这房子里面必须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需品吧。我就把它全部买好，等我把它全部装修好了，然后来一个特写给你们看，然后看我买的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吧。 就是眼光怎么样嘛？这两个应该是垃圾桶，还是那个什么？看一下。那有剪刀吗？我都不是很清楚，我买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些有哪些？这个好像是果盘，哦，果盘加，很简单。 果盘加那个纸巾盒，这个是我看的很久，我觉得挺有创意的。哇！这个是果盘，有三个，从一点家具都没有的空房子，然后慢慢的把它装起来，到时候整个。 整个房子里面都是满满的，应有尽有嘛。还有一半，这个里面是一起的。吓死宝宝了！这个不是陶瓷的，那是陶瓷的。我的天！哪里不是陶瓷的？你那神经都知道陶瓷的。 泡沫我最怕把它搞碎了，一搞碎就扫不干净。哇！这是红的，这里面还有一样。哇，这个东东。一只就是可以放纸巾的这样。 还有两个角，一个角，这放在这里装纸巾的，然后这一个可以放在这里，果盘。还有两个。这个还有这里还有两个圈圈，这两个一个放在这里，一个放在这里，这里可以挂钥匙，这里可以放遥控器或者手机，这里放纸巾。 三只小鸟，这是贝壳，这里是有小鸟。咱们一起就见证我把这个房子办得漂漂亮亮的吧。还有很多，再把这个先拿起来，因为我的那个茶几还没有装好，这个刚好放在茶几上面就可以了。现在先放在这里。 筷子我也买好了，这个是晾衣服的，这种架子我是觉得也挺实用的，去安一下凳子，你看这个是可以这样拉的，哎。
不用钉子吗？不用钉子，所以我才买它，有钉子我不买它。对了，看，晒衣服。买了一个盆，这个盆可以来洗一下手啊，或者是装点什么吧。我是觉得它没有味道了，像个果盘一样。它是折叠的，这个就是果盘。叮叮，一个盆，折叠式的盆，呵呵，像不像果盘？可以拿当果盘。我这样按下去，这个按几下就可以按坏了，跟你说。可以来装米呀、洗米呀，干嘛的？不能按了，一按出来就能放，按几下烂掉了。不会的。拖鞋，毛毛鞋。这双是你的，这双是我的，我的紫色，你的灰色，其实这两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情侣装都变颜色。我好像还买了一个那个清洁的，这是拖鞋，这一包也是拖鞋。这。清洁剂。剪刀掉进来去。厨房来洗一下，哇，还送这个什么一次性袋，保鲜膜。那两个垃圾桶吗？垃圾桶还有纸巾盒，只是有个很重的，我抬上来。也是垃圾桶，这个垃圾桶很漂亮的，我跟你说。那个很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我反正我买了个垃圾桶，这个有可能是。不是。把这个打开先吧。太重了那个。应该叫个收垃圾上来收这个主题。纸箱这么多，盘子哦，这盘子，我的碗，你的碗，碗具，哇，这个盘，把这个桌子拉开，把这个盘要摆到上面，不用摆了，放这里，还要找个地方放呢，放里面先吧，好危险，只要你不好。不好放，我们现在没地方放。你要把那个碗柜呢洗好了才可以放。哇，几个碗？十个。看好啊！要是九团过来，只能八个九团过来、啊。多了没碗吃饭。多了就没有碗吃饭了，我们只有十个碗。太小气嘛，碗也就准备十个人，等于八个人，盘子怎么样？哇，有这样的盘子。对呀、啊，可以摆满一个圈。就把这个围成一个圈吧。哈哈，漂亮吧？这颜色可以自己混着摆。中间可以放个汤碗，这个碗都不一样。就是我自己用的太多了。还有一个装汤的。还有个装汤的底下。一双、两双、三双、四双，也只有八个菜。对呀、啊。不是我不想多炒几个菜，而是我没有碗装。他们都是别人都是九菜一汤，你这个八菜一汤。我就只有这么多碗，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子。这个是垃圾桶，
又是蓝色的。我是觉得最漂亮的那个蓝色。哇塞，好有花啊，一个啊。对呀、啊。怎么只有一个呢？这个我放在客厅的，其他的。厨房也要，厕所两个。都有都有。客厅一个。还没有到，我就觉得这个漂亮。房间里也要啊，应该。放这个在客厅。装不下，真的装不下。这一排就是我们放的新的吧，没有穿过的。你不要这样平台，我这是没有穿过的。这些东西还有几个垃圾桶，一共用了600多一点，又用掉我6000多，三个心痛了。不心痛，会过日子的女人夸你一句。